欢迎收看《大人世界》，我是夏明，张伟明，过来关心到全球武汉肺炎这个疫情了哈。目前已经超过7200多万人来确诊，超过161万人来死亡了哈。顶礼拜咱看到讲，这个英国是领先全球哈，是头一个国家来去做武汉肺炎这个预防下了哈。啊，美国同款哈，在当地时间这礼拜要开始来做了哈。做 Michigan， 咱看到 Pfizer 这公司开始要照着 FedEx 和 UPS 来合作了哈。咱讲到预防下，都要专程保持在咱过去来讲哦，真正爱真低温度了哈。即阵是-70度，而咱讲是全美国是规模上大的这个配送计划了哈。唔忙，咱看到讲英国也是讲美国在做预防下这个计划来。但吼，全球人民较有信心咧啦吼。不过，咱嘛讲到吼，即阵因为这个全球这个疫情拢无咧休停的这个状况之下啦吼，真侪人有影惊吓。亲像咱看到讲吼，咱这个友邦斯瓦蒂尼这个总理蒂贝了后来过身吼，但是详细这个死因虽然无公布啦吼，但是咱嘛看到讲，可能嘛是因为这个武汉肺炎的影响来属于过身吼，伊才52岁尔尔。另外，咱嘛看到讲欧洲这个部分，德国这个疫情吼。唔呀，嘛是这个，唔是死啦吼。咱看到讲吼，从这个16开始，要到一直吼，咱讲每年的1月初10啦吼，咱讲要来实施着严格防疫措施。咱讲着12月3日这个活动吼，嘛要来取消。另外，东北亚加啦吼，咱看到日本、韩国同款嘛是第3波、第4波这个疫情，有影直直咧升高吼。咱看到韩国确诊的这个数量连续。2日以来吼是创新高，因为这个总统文在寅吼嘛讲吼，那是吼真歹压制掉这个疫情吼，可能是会全境来封锁啦吼。虽然吼咱看到讲吼这个疫情遐尔啊炭烧，咱台湾咱讲模范生，这个模范生呢可能嘛伫咧吼宜港这个部分爱好好来把关。咱嘛讲到今日国内新增加这个4例境外移入吼，2个是来自菲律宾，2个是来自这个印尼啦吼。所以咱看到讲吼，最近因为这个印尼这边这个宜港入境了后。好，咱讲验到病毒这案例来增加。12月初是咱讲吼，政府先暂停这个印尼籍移工来到台湾，这两礼拜这个禁令拜四就要来到期啊吼。所以这个咱嘛看到讲卫生福利部这个部长啦吼，陈时中早起就伫咧立法院来表示讲，这两天就来开这个开会来讨论讲吼，敢真正爱来重新来开放，因为安怎未少这个印尼籍这个移工吼，拢摕到啥？拢摕到这个阴性的这个证明来入境，但是咧，拢是假这个部分吼。咱等下嘛讲到，差不多是62%的这个左右的这个比例啦吼。咱嘛讲到，陈时中嘛讲吼，咱嘛唔盲讲，印尼这个检验单位哦，爱先通过咱的这个认证，但是咱这个认证，说予因认为讲，哇，这是一种歧视啦吼。到底咱伫咧境外移入安怎甲围堵、防堵啦？这个是咱讲台湾爱去做一挂这个讨论甲考验的啦吼。但是咱拄到难题，佫有甚物？透过今日节目，咱做回来对话。现在邀请节目顶三位来宾，第一位来邀请前卫生署长涂兴铁。大家好。第二位，咱们来邀请新光病院加医科主治医师刘平迪。助理，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第三位，咱们邀请中华民国家庭照顾者关怀总会副主任张孝典。主持人好，大家好。是，想要带观众朋友来看讲吼，这个全球疫情炭烧这个情形，先做来看。圣诞节就要到啊，不过德国人会面临到更加严格的防疫措施。从16开始到明年1月初10，所有非民生必需用品的店头、头毛店拢要休困，各级学校停课，下年宴会活动也取消。ausgezahlt werden und tja, die Maßnahmen sind sinnvoll auf jeden Fall, denke ich schon.不过，也有人批评讲，安尼会严重影响到经济。德国已经实施6礼拜部分的封锁，餐厅、酒吧拢关起来，店头甲学校是持续开放。不过，这真明显无够来阻挡疫情。根据德国联邦疾病防治研究单位的资料，13国际日新增加确诊有22000例，累计超过132万例；国际日新增加死亡的有321例，累计有22000例。Ich hätte mir auch gewünscht, dass die leichteren Maßnahmen eine bessere Wirkung entfaltet hätten. Wir haben ja hier gesessen und haben gesagt, wir brauchen 70% oder 75% Kontaktreduzierung. Wir hatten in den besten Fällen nur 40% erreicht. Und jetzt gerade auch durch das Einkaufsgeschehen zu Weihnachten ist die Zahl der Kontakte noch mal stark angestiegen. 全美国规模上大、上届复杂新冠病毒疫苗配送的计划，为密西根州卡拉马州的辉瑞公司厂房正式展开。在警方的护送之下，这个再救命药的连接啦，出发去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 UPS 空运中心，甲田纳西州曼菲斯的联邦快递空运中心，疫苗全程是保持零下70度的低温。
台湾在非洲的友邦斯瓦蒂尼的总理戴安博，四礼拜进前因为新冠病毒体检是阳性，在南非转移一阵仔了后过往，才到52岁，死亡的原因并无公开。戴安博话着的时阵，讲伊家己感觉身体状况也袂歹，并无出现症状，月初去送去南非转移治疗。迄当阵官方表示，伊的情形真稳定，对治疗的反应真好。斯瓦蒂尼的人口有120万，目前确诊的人数累计超过6700例，拢总有127个人死亡。南韩首尔当地个大型的货柜改建做活动的病房，要来消透医疗人数的压力。目标是未来这几个礼拜内会当增加1万的病床，因为连续两天确诊的人数欠悬。南韩总统文在寅警告，目前的疫情是真严重，除非会当把第三波疫情控制掉嘞，那无就会考虑个防疫的等级为2.5，提升到相关的第三级。那是进一步缩按社交距离限制到全国相关的层级，嘛代表南韩接下来可能会头一届全国封城。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译。全球疫情真正无乐观吼，咱嘛继续来看到咱的这个经历啦吼，咱看到吼是日本这部分吼，目前确诊是18万人，然后死亡人数嘛是2000多，然后另外咱看到12月12日的时阵吼，全境是新增加3024例，然后啊头一摆就破到3000例，日本政府嘛要伫这里吼，咱看到吼伫。哦，是11月25日吼，了后这3礼拜吼，就是讲集中防疫关键的这个3礼拜吼，到这啊算起来吼，应该是集中管伊个这个防疫这个期间过啊，然后另外咱们看到讲吼，这个中国这个部分啊，咱们看起源头应该是伫这，但是咧，伊嘛有一寡吼小增加这个部分，咱看到四川也好啦吼，黑龙江啊讲吼新疆等等的这个部分吼，全国吼有真济这个啊城市拢已经宣布进入正式的这个状态哦。可能嘛，另外一波疫情吼，伫咧中国底下咧加剧。但是咱头拄啊，外面嘛有看到讲吼，德国吼，咱过去讲吼啊，德国吼真正防疫做了也算袂歹。但是你啊哩，咱讲到特别过新年这个部分，那这个吼，咱讲到这个疫情吼，等到地病这个部分吼，愈来愈侪。头拄啊，咱看到这个 Merkel 伊嘛有讲到咯吼，伊讲吼，这个德国内底差不多爱70%到75%这个部分吼，爱来去做好这个控制吼。但是因讲吼啊，这个人甲人之间的这个安全的这个部分吼，敢若做40%尔吼，有影真低啦。所以咱看到讲吼，那是真正吼全境来去做一寡这个封锁吼，对德国这个经济来讲吼，真正是大损伤啦吼。另外，咱讲到这个美国吼，即阵是全球。第一啦吼，咱讲吼，这个第一是确诊人数的第一吼，1600多万人，然后死亡人数嘛是30几万。但是咱头拄啊讲到吼 ，Pfizer 这个疫苗已经开始咧配送啊，12月14日啦吼，尤其是讲美国当地时间，嘛要来开始注射啦吼。所以这个部分到底有效无效吼，咱等下嘛好好来讨论。另外巴西这个部分吼，嘛是确诊的人数有够侪侪啦吼，690万啦吼，死亡人数18万啦吼。咱讲这个致病也是死亡这个人数，拢是全球吼，敢那吼。在这个美国后边啦吼，拢是第二啦吼。虽然看到巴西政府12月12日吼，讲吼这个疫苗全球会来哦做回来做啦吼，按算明年顶半年吼，差不多这个人数是5100万人来去打啦吼，差不多占到巴西咱讲1/4的这个人口数啦吼。遐尼啊无乐观，这个市长你安怎看咧？这个 COVID-19 吼，这无一档内底一直上升。啊，最近这已经出7000万的感染，但是逐日吼，拢用50-60万的人吼在增加啦，而且要在增加，感觉讲这个速度也未落来吼。啊，所以当当然，这全世界即马大家讲，干那咧，唔嘛讲，啊，那这疫苗较早出来，啊，较早做，唔知会当安怎未吼？但是有诶，足侪人喺这个信心无足咧，看到这个英国的例吼，大家拢唔敢去做。啊，这個、疫苗吼，大家做咧吼，爱知影讲作为疫苗吼。有无同的做法，啊有无同的即个副作用的可能性。虽然拢一定会讲尽量爱安全，但是有个人体质的问题，有个人吼，做咧，我会讲小可有其他的镜头。所以因有个人说无啥敢做，讲啊你先做，我看卖较讲吼。最后，第二做咧嘛，唔是讲一定拢有效哦。这疫苗拢唔是讲100%有效的。所以若讲要靠这疫苗，啊要做啊到讲会当引起一个叫做。群体免疫吼，或者大人有会当保护，佮袂传，即还要有一点困难吼。那但是事实上，敢有需要做甲遐大量，即嘛大人要有咧争议啦。比如咱流感，咱流感少年咱嘛无做呢，咱少年嘛是做老人甲囡仔尔。所以，流感嘛无即个真正足有效的群体免疫，啊，但是嘛是安尼。咧过啦哈，所以虽然有疫苗嘛，唔是个解决问题个对啦，所以全世界即马上
大家即马拢伤过依赖要做疫苗，但是疫苗无阿多通真紧个到，啊到那嘛唔是讲会当解决问题。所以伫台湾吼，有诶人吼对即疫苗吼伤过期待吼，啊就是全世界拢讲政府你爱搞好啊，袂当干涉。啊，政府讲我个无播，我个干一播，就是疫苗嘛，啊无就是干你封起来。这拢是对这个传染的这个方式吼，无讲真正确了解，啊，拢用这部希望政府替你做啥代志啦。咱台湾唔是哦，咱台湾政府是做真好，对唔对？但是咱台湾你看，大家拢都挂口罩，大家去拢有喷酒精，啊，洗手，啊，大家人尽量保持安全距离。这种的这吼，会无方便是有啦，有影较无方便。但是吼，咱去互咱家己保护家己，互你传袂着。保护家己都传袂着，甲讲政府你爱卖华传染，迄两回事。所以咱即马讲疫苗嘛无啊，啊，但咱讲讲足侪新的 case 无啦。所以这表示讲讲，若用好好的自我保护，交好好的、真好的即公共卫生的作为吼，实际上会当产生一种群体免疫。是，啊，这种群体免疫，可能吼，即使有可能会几个团哦，但是未大规模散播，未啊，这个是因为安尼，所以咱靠这种。正常生活哈，啊，是我无方便，所以我是感觉讲，这全世界学咱这学袂着啦，学袂着，但是中毛讲啦吼，伊讲吼，这个最近吼，可能每年一冬以来吼，同款肺炎也是爱挂掉，就是讲这个全球真正无乐观。我说变作新生活运动一样啦吼，啊，但是安尼嘛好，因为会当小可，把你家己较紧张一下，啊，较保护一下，啊，会当过正常生活。是，我咱他导游咯，咱去食饭。甚至讲当然卖伤过大场的啦，像台南遐、哦、放一个演会讲五十万的人，啊，即摆过来过年搞 Christmas， 所以因种话你错，是 Christmas 搞大量就惊的嘛，即大量你送我礼物，我送我礼物，我送我礼物，顶面是有病毒无病毒？哎，我你包装的人扫一个个规排拢有病毒啊你吼，啊是讲伊吼有病毒，所以你种我是爱保护家己上重要，是好这。你去伊落买物啊，啊当然去望来望去嘛，啊你去送人，人送你，所以这注重来讲，一定吼望了，唔通去望嘴、鼻、目睭，一定爱洗手洗好，该去望啊，上好是用棉纸望啦，是，哎呦，毛巾望，唔通用枕头去望啦，啊那安尼吼，公共卫生这个部分，这是这个自我健康的好习惯吼，荷兰到目前真好，真好，全世界在讲咱上好的，这好当然政府占。真大部分人民拢足配合，拢安尼做，就占足大一部分。等到来看吼，咱头都嘛讲到，这个美国吼是全球即阵咱讲确诊人数上侪嘛，是死亡人数上侪一个国家。另外吼，其他国家嘛是咧讨论讲第三波吼，到底是要这个全境来封锁。尤其咱嘛看到讲这个西方国家啦吼，咱过去看到是十一月这个底时阵是因这个 Thanksgiving 吼，这个感恩节啦吼，咱嘛讲到十二月是上大因的这个节日吼，就是亚诞节啦吼，啊嘛是另外一个防疫袂当放松的这个。部分哈，咱继续来先搁请教这个啊刘医师啦哈。头段咱讲到就是全球这个疫情的这个部分哈。啊，西方国家其实头段这个书店嘛讲到哈，拢学袂教到啦哈。咱台湾实在做了真好，但是咱其实哈看到这个啊一风写出来啊，英国、美国抢咧拍啊，这是代表什么意思？我咧想英国、美国抢咧拍，当然有一寡是因政治压力内底问题啦哈。Okay. 就是讲你即马人民第一个是一个占全地球第一个。兼着上严重的国家，所以一定爱先予大家敢讲有信心讲，啊，既然咱因第一波都挡袂落来啊，啊，大家阁无用心讲挂嘴暗洗手的习惯，是，啊，即马咱就进第二波嘛，第二波嘛好加在因家己国家，我都研究出这个预防下出来，所以对因来讲，当然预防下研究出来，无可能先送出国外口的人先拍，对政治来讲，一定爱先讲留予家己的人民摕落来拍，是，只不过是讲家己的人民。因其实因个国家吼，本身澳洲、美洲因迄边个人对预防下都无一定接受度足广，对，因咧你看进前咧就注意流感个预防下就知啊，有一寡是反对预防下，甚至讲一年通天拢咧反对个，伊敢若讲即个物件预防下袂当囥入去讲这是一个义务，一定爱来做个，是应该予人民自由选择个，所以变作讲你伫挂嘴炎都无得来要求大家挂嘴炎嘛，你预防下愈无可能予大家来。认真讲，真正去注射，所以当然，伊即马政策的这个部分，一定爱先爱宣泄讲，啊，阮迄个预防下当先来，互恁遮的人民，互恁第一波来注来使用。不过到底伊的效果是毋是真正像实验中的会当九成以上，甚至有诶到九成五，才好，吼，这当然是第一个问题。是第二个问题就是。
即马咱伫咧选咧讲讲，哎，即个预防啥是毋是重要？是毋是有法度？即马大家来做了来预防第三波即个传染？老实讲，其实第二波都还未煞咧。其实也免想遐远，想讲讲是毋是即个预防啥做诶，让预防第三波，嘿，用预防即个第三波诶感染。嗯哼。所以咱即马咧看，就是讲伫即个预防啥咧做诶过程中，爱先确定讲伊真正效果诶情形。是。哦。效果的进行中，有诶效果出来，毋过你嘛袂当有伤严重诶副作用。嗯，所以副作用即马大家嘛是拢对咧行，你只要出现几例诶副作用较严重诶，即马大家都搁求手啊。哦，你看像咱台湾进前一开始即流感诶预防针就出来，大家抢拍。是。哦，伫十月阵抢甲大家拢无啥，甚至伫遐骂政府讲啊，你若毋买较侪咧，结果伫十月阵伫即个。有几间厂商出来讲，有一挂人甚至做了一挂副作用。嗯，哦，十一月马上就看到这做的情形，马上就降温了。消退啊！马上就一挂人，你甚至叫伊做，伊都歹做啊。是，伊就讲讲啊，这看起来足恐怖的，伊唔敢做啊。哦，所以即马这个武汉肺炎的这个预防针做的是不是确实接受度会较高？所以我是感觉咱大家当个看卖后边的。部分，甚至讲伫欧洲、美洲伊也接受都有咧做，甚至来咱台湾，是毋是咱遮人民感觉想要做？ Okay. 哦，这阁是第二个问题。是，哦，啊，即马大家咧烦恼讲，啊，咱台湾抢袂到遮预防针，有当时啊，拢会想讲，你遮伫遐话讲要抢预防针，无你第一波先来签名，啊，来你会当先第一波做， oh. 看你敢做无？迄做者伊是伫遐妄话尔，真正叫伊做阵，伊阁家己唔敢做。伊伫遐妄咧妄话。嘿，家己阁真正叫伊做，伊无一定敢做。是，哦，啊，第二个是，其实啊，拄仔像咱苏亮讲诶。咱台湾家己自我保护的观念，大家其实拢做了袂歹。为政府开始宣导，开始咱人民的配合，大家其实对卫生的观念已经是以后的新生活。所以咱已经都习惯了，出去吹烟挂咧，去外口摸摸回来，咱就会记得爱洗手，吼啊，袂去乱摸物件，乱摸咱的鼻、嘴、目睭。问题是，你即马预防针是啥物人较着急？是要伊可能要去世界各国爱出国的人，遐人较咧着急。是，吼，伊即马变作咱伫内底，那像即马大家各国的新闻咧讲的，台湾那是全地球另外一个世界咁快。即马咱其他国家一直搏啊，一直第一波、第二波、第三波，到阵因遐大家拢有抗体啊，话咱惊伊咱行出去有风险。OK， 吼，所以变作讲遐人伊家己会惊讲，我是不是行袂出去？所以伊有诶国家行政要求，就像咱即马要求，即印尼爱。提这检验证明同款，是毋是过来过无外久，其他国家的要求讲，你爱身体你有做过预防针证明， okay. 你台湾的人才能行出去。所以其实是遮的这部分的人咧烦恼。是，哦，啊，当然咱为着这部分的人，咱嘛是爱甲引进这个预防针来互伊使用。问题是使用过程中，咱嘛爱监督讲，这预防针是确实讲伫这欧洲、美洲做起来有遮好，哦，的效果。是，哦，啊，副作用。是真正因讲的较低 ，OK。我讲安尼，互这人去做，第一个因会安心，第二个是较真正有效。嗯，较袂讲造成讲到阵过来搬家，佮处理其他的问题，安尼就愈严重。是，所以这个政府的这个拍算佮安装吼，真正拢是真侪考量伫咧啊这个部分吼。那么他都要讲到这个，为什么英国佮美国吼会想要拍啦吼？美国因为咱他都嘛讲到是全球疫情上侪这个国家，啊，英国大家嘛卖袂记咧吼。迄当阵那个这个咱讲的这个 John Boris， 这個、Boris Johnson 啦吼。伊是头，即咱看到吼，是这个元首内底吼，是头一个吼治着病这个部分啦吼。啊，买手嘛讲吼，因当初咧杀这个群体免疫这个概念嘛吼。啊，买手啊，佫拄着真侪讲吼，啊，这个疫情无法度控制这个部分啊，所以抢要拍，英国是拼大先的吼。咱嘛看到讲吼，这个部分啊嘛，真正讲五万，这个真正有效啦吼。啊，赶快咱讲到防疫是一种政治考量，啊，讲吼禁止这个印尼籍这个移工吼，啊，到底是这个政治考量，是这个好，也是唔好，还是讲正确？唔健康，先做回来看。最近印尼籍移工来台了后，确诊新冠肺炎病例增加，成为咱国境外的病例数上侪国家。疫情指挥中心顶日宣布，全面暂停引进印尼籍移工来台两礼拜，即马禁令即将要伫拜四十七告期。卫福部长陈时中表示，这两天会开会讨论相关配套措施，最重要就是 PCR 核酸检验进程单位，要看印尼当局敢会当配合，才决定敢是要重新开放。你看这个月来35位啊这样确诊的印尼移工，那有21位其他都有 PCR 阴性的报告。好，那在这么高的一个比例里面，那对我们的措施来讲哈，那无疑是一种很大的一个。破口了哈，所以这个认证的机构大概是需要的。
目前我们可能的做法是请我们印尼当地的驻外馆啊这边请他们协助，就是寻找这个认证的实验室来做检验的机构，会依这个方向来进行。另外，全球所有五项的新冠疫苗疫苗，外界也关心台湾敢是会当照原计划，伫每年的六月开始做，而且比照美国，和总统蔡英文带头做。但是，中表示做疫苗也无确定的时程，总统敢是要做，需要专家来评估。一方面我们要参考专家的会议，另外一方面跟国安单位要做一点讨论。因为印尼就一天减缓来台，地书有较好需求的家庭欠工，甚至团书有合法看好就地化解。但是中强调将甲劳动部讨论要安怎来应付，也呼吁疫情期间若有迫切需求者，会当优先使用当局二点控。记者综合报道。是啦吼，禁止两礼拜，这印尼籍一工来台湾吼，恐惊吼台湾是有大算账，但是这个对吼咱讲国内这个长期照护来讲吼，嘛是真正是一个大影响啦吼。啊，咱嘛讲吼，这礼拜吼可能本这个拜五吼，都还有另外一种这个措施啊吼。咱嘛看到讲，指挥中心讲吼，这个拜三才要来公布哈，但是有的人已经等未赴啊吼。咱嘛来看讲吼，这回咱讲到啊，印尼籍伫台湾。做工课，这个移工人数是26.5万吼，啊，咱是做家庭看护工吼，这个社会福利性的这个工课啦吼，啊，咱讲吼，台湾移工上大的这个来源吼，是占差不多要40%啦吼，所以咱们看到讲吼，即阵哦，加这个12月13日吼，这个数字已经来到117例啦吼，啊，今日佫加2例啦吼，所以总共来讲吼，已经119例吼，已经是台湾境外移入上大的这个来源吼。咱嘛看到12月7日，已经咱头头讲吼，两礼拜12月18日到底会当来去按算无吼？另外一个爱来讨论就是讲吼，印尼籍这个移入的这个确诊病例吼，咱讲累积37人吼，啊只3人提这个报告阴性的人啊吼，咱若安尼甲算起来啦吼，安尼差不多是62%左右啦吼，所以安尼部分真正是讲吼啊，因提这个咱讲。检验的这个证明，可能咱讲吼，这个贵州的这个部分吼，真正真大了吼，所以咱今毛做一寡整理，12月12日吼，加8人有印尼籍占4人吼，啊3人，这是12月13日这个数字，12月14日吼，就是今日咱讲吼有2名是印尼籍的这个移工吼，到底吼要来开放啊，不爱开放，咱讲12月16日拜三记者会讲好详细，但是。初步规划吼是锁定讲，印尼籍的这移工原则上吼有条件，小块来开放吼，因应国内真正的这个需求啦吼。啊，咱讲吼，等下这个检验的这个报告吼，阴性的报告，咱之前冇讲过，是啊，这个核酸检验吼有认证过吼，但是这个认证过这个定义啦吼，两国拢小块无同吼。啊，首先咱过来请教副主任嘛吼，其实咱讲的。咱真正欠甲头壳冒咧烧啦吼，啊有诶人就讲吼啊，其实咱诶登记照号会当去用啊，但是咱诶登记照号敢有当哦记载会掉，咱讲即个能量即个欠靠咧。好咧。先来看一个数字啦吼，因为即卖需求啦吼，确实是有介大啦吼。因为你看即卖台湾吼，登记照顾的人口吼，大概啊来甲大家解说一下吼，即卖吼，今日。卫生福利部的数字来看吼，即马有76万人吼，是需要咱长期来照顾的人，吼，不管是失智啊、失能啊，吼，失能啦，吼，啊，伊拢会是需要咱去长期照顾。但是即马照顾的方式，吼，可能有几啊种，吼，譬如讲有的人是用长期。这长照2.0啦，吼，长期照顾的这服务，啊，有大概啊1/4，吼，啊，有一个上大的吼，就是咱头拄仔要讨论的，就是讲这瓦楼啦，吼。啊，头拄仔讲这26万的这数字吼，伊是包括讲伫家庭内底，嘛包括伫这老人机构的内底，哈，是上大吼范围啦。啊，但是若讲伫厝的内底，吼，伫厝的内底瓦楼吼，大概是占30%啦，吼。啊，那印尼籍吼，咱是。伫厝的内底，30%内底吼，有七成六吼是，拢是印尼籍啊吼，所以咱伫研究讲这印尼籍的移工啦，是不是会影响到咱厝内底？因为照顾的拢是四大人啦，吼，那传染性是不是会较悬吼？还是会变作咱的这
防疫的破口啦，吼，等等的问题，可能大家都要先了解有这个状况。是。啊，即马另外一个拄到的问题是讲吼，愈来愈多吼，咱即马包括是今日新闻，拢大家应该拢有看到，有足侪在厝内底吼家属，为着要照顾咱的四大人，也是讲咱家的病患，为着要照顾，因为咱家的人口外来的人口进无法度进来，所以因都必须要请假，也是提前较早退休，吼，也是请假。所以即马另外一个问题，啊，咱嘛爱去看到家属因的需要，真正是可能伫这个所在，但是。我嘛必须爱甲讲，因为咱防疫这件代志吼，确实是重要。就是头段医师拢有讲到，咱台湾即马吼处理的太做挂者吹阿妈吼，保持迄距离啊吼啥，啊咱大家伫做遮个防疫个状况是真正是控制了好。是啊，不万一因为呐这个问题吼变作破口，咱可能都爱真正是较认真去思考，是毋是爱？小看较慢的，也是讲有其他的方式，就像之前的讲，啊，是不是本来就已经来台湾的这外劳，伊是不是爱时间甲放较长的，可以会使留落来，因为这些人可能拢有经验啊，吼，伊若要换哦嘛，较方便，伊嘛知影讲咱照顾的家庭内底拄到啥物款的问题，吼，啊是其他的新的吼。方向啦，吼，譬如讲较轻的人，吼，较轻的人，凡事伊都会使用这长期照顾的服务，但是确实啦，民众对长期照顾的这些服务是无了解的，所以伊都未去找这些服务，吼，就算在补助这些费用较俗，但是伊嘛是未晓去用，嘿，所以阮其实就建议讲吼，咱其实长期照顾这些服务、这些政策，吼，咱政府。各管市政府拢有一个长期照顾的中心啦，吼，啊，这些工作人员，伊是毋是会使较主动的？伊主动去了解讲，哦，阮即马申请这外劳的家庭，伊都是有这个需要哦，吼，啊，有一部分伊是较轻的，会当用这长期照顾的服务。啊，不过我嘛确实要讲啦，因为有一寡吼，这是大人吼，伊的病情的关系，因为都已经足严重的，吼，伊都。厝内底吼，咱这个家属可能就感觉讲啊，我应该爱有一个人哦，就是24小时，还是我较长时间的啦吼，伫伊的边啊来甲伊协助，嘿，啊，这可能就爱用这外劳，还是讲咱厝内底都一定爱有一个人伫边啊，安尼才会使吼，所以变作讲，即马甲头拄仔个来讲哦。有足侪人都是一定爱请假，也是讲到洗头路，当来照顾厝内底人，吼、啊，另外一个部分，你看，咱若请假，咱若是失职，对咱台湾来讲，咱像咱即马讲，咱即马 GDP 今年要阁足好诶，对无？吼，啊，但是明年咧，咱若足侪咱诶民众，咱诶家属，都是一定爱请假，当来照顾。啊，咱是安那有 GDP 啦，咱诶经济是要安那好，迄是无啥可能诶哈。啊，这拢是一环一环一环，安尼大家牵做伙嘛吼。啊，即咱诶同齐去思考啦吼。所以阮是建议讲，即劳动部啦吼，是毋是讲咱长期照顾都是有即个需要，吼。所以万一咱即个家属因为爱照顾是大人。高不离三种，伊一定爱请假，嘿，啊，咱这个疫情的期间呐，吼，咱是不是会当有一个较特殊的叫做譬如讲，这长期照顾的安排假啦，吼，这个家属有一个缓冲啦，吼，这有时间啊去找服务，有时间他去应应这个问题，哦不，实在是确实都是在重症的啦，吼，这是大人，伊都是无法度，嘿，啊，这是要安那怎，吼，这嘛是爱来去思考啦，是啊嘛，即嘛伫这个时阵啊，爱甲咱这个企业啦，吼，做头家，咱嘛爱啊，爱来提醒啦，吼，讲，这都是疫情嘛，咱嘛是一定有一个压缩比的空间吼，在这个心路啦吼。其实咱嘛讲到吼，咱讲吼过去咱真正劳动部吼嘛塞啥物，这个家庭照顾假啦吼。啊，其实这个差不多五天，这个一年这个时间，你也使去运用啦。啊，头拄啊，咱讲这个副主任建议是讲吼，专门伫这个疫情期间吼，那是吼照顾到吼较长期需要啊处理这个时段，因真正啊无人照顾，因为这个外劳这个外籍义工，这个欠缺。
另外劳动部遮吼会当稳准着一寡吼较啊缩闭的空间，吼这个头家会当互因这个新劳去运用啦吼。另外，但是咱嘛讲吼，这个疫情本地就是一个照妖镜吼。咱讲吼，过去咱欠工的这个部分，咱嘛讲吼，咱是用外国的这个移工来去补咱这个人口，也是讲这个啊照护人力的这个不足啊。但是大家有思考过无？咱用这个外籍移工啊，因遐这个母国是不是嘛是欠这个这个照顾的这个人力嘞？啊，所以咱家己台湾若无好好去甲吼，即个长期吼，即个较无好的即个所在吼，甲拍好整治，还是拍好势吼，其实真大个问题，拢还阁停伫遐吼。继续咱阁先请教司长啦吼，头拄啊即个副主任安尼讲啦吼，咱其实卫福部遮吼有咧做即个防疫即部分，咱讲吼医工的部分，卫福部遮嘛想要甲围堵起来，但是即个人口即个吼，也是讲吼人力上即个部分，都是补袂充足，安尼变啦。我就赞成哈，咱头拄啊，即专家咧讲吼，这是一个足大个社会问题，吼，足侪人家庭内底拢是，像阮爸、我妈妈买啊，吼，我拢请到即个印尼的即个咱讲义工啦，吼，咱去照顾的，即照顾即老大人吼，老大人身体佫较无好，是啊，即万一若真为阳性吼，传染起来佫特别严重，是，啊，所以咱讲甲即个吼，教育也好，还是讲因为其他的原因照顾的人过轻等等，总回转。啊，这已经靠经验的，啊，搁台湾讲话拢开通的，啊，搁来生活习惯较健康的啦，讲较注意的，啊，回转，啊，搁或者个较无经验的来，啊，这安尼个讲我讲安尼个唔对，搁袂好啊。所以理论上是有鼓励，我感觉爱鼓励搁较具体。比如你若阵会当去问这个雇主讲，你将要为外国，搁请一个来，阮甲你安排无唔对。但若阵有这么现成的啦吼，啊，你加出2万，可以。你家己加机票钱啦，机票就伊不叫你办，你买上来交付嘛吼。安尼吼。鼓励一下，可以啊！鼓励因转老嘞，卖去随走转去啦吼。啊，当然印尼即马换出了23%的这个感染率是足济哦。所以吼，伊转去嘛危险。所以若要老嘞，尽量可以老嘞。啊，咱放较松嘞。啊，那安尼吼，受害上大可能是在中介公司啦。啊，伊个爱进进出出，就是伊靠人赚较济。但是吼，即马多伫这疫情的时阵吼，中介公司我爱。小可较忍耐一下吼，讲佮或者较久长咧，啊，咱甲即个条件较放宽咧，来拢会当互伊较久咧，啊，尽量那即马尤其即马啦吼，卖互伊长，我较赞成啦吼，较赞成安尼，啊，咱想要用各种方法，包括讲去甲伊看讲，啊，无你来先检查，是，即马就发现讲，啊，甲检查出来，他遐侪拢假阴性，是啦吼，啊，你检查无，我有检查有，啊，我要去甲你看看你检查了好阿歹，讲你讲假歧视，你讲我含慢检查，啊，对啊，那个乱呢啊，因为这所有检查拢有假阴性啦 ，OK， 啊嘛拢有假阳性啦，啊，所以吼，即马咱检查出来毛可能是咱的假阳性 ，OK， 或者想叫是弱阳性啦，哈，啊，等等，啊，说唔知对一个较对啊嘛，哈，所以到最后嘛是爱讲这14天啦，哈，会甲伊迄个检疫的期间，安尼较安心啦。所以万一啊，总讲无大，即摆准备开放啊，无开放这社会问题足大嘛。我头讲尽量互因买个新的来，吼，啊，用旧的，但是无无够，啊，无够要怎？无够，我相信吼，我是爱入来啦。OK， 爱入来了，当然吼，说咱即摆是有甲检查了，买准因阳性吼。我唔是讲感觉这足严重，因为这阳性有可能是做阳性，是，还是讲根本是假阳性。传染力无遐大，啊！你阁可以一暂时间换好，因为这14天个检疫已经证明足久啊，证明讲是安全啦。啊，所以应该是无啥问题。第二，万一若准讲真是有啦吼，出来外口，咱要害传染机会无济，即个讲照顾老大来个无共，即照顾老人因老人万一跌到较麻烦嘛。所以这个部分吼，如果一定爱入来，这个检疫的部分吼，爱搁较严格嘞。诶，伫咱台湾，唔是讲要靠外国去检查啦吼。所以因这报告，这就是咱讲吼，叫因底下吼出这个报告，阴性报告还有 PCR， 就是这个核酸。我讲无啥大意义呢。无啥大意义。因为啥？你若准讲证明对啊，你嘛是可以14天，阿咪烧工。迄个交咱的台湾人要回来烧工，你也无先去检验阴性，你嘛好回来，你袂使无回来嘛。OK。啊，回来了嘛是14天。但是即阵的问题就是讲吼，这个来源数真正有够侪。对。啊，所以要甲先动安尼。因这也是想要动，啊，用这个方法吼来。
增加伊的麻烦，个对啦。家己讲，但是你也怎讲，即中介公司伊足敖，伊个讲去找一间去检查个阴性，讲歹听，即嘛吼，陈总你心内讲奇怪，你遐准备遐无准啊？六成是遐无准安尼。遐无准，你即是用写的，还是用还是用验的？还是你验是认真验无验？所以变作我去做即个这方面的讨论吼，这个较麻烦。干嘛？我是落实这14天的整理，这是上确实的。啊，这人做的好事，他们讲分入来也是无要紧啦。啊，我是较爱讲有经验的留咧啦，卖个无经验，佮入来佮他妈佮开始训练，你知？哦，安尼是较好。有经验的这，有经验的这个外籍义工吼，继续留伫遮啦。应付几啊冬啊吼，尽量会留咧啦，安尼啦。啊，第二种就是头拄仔咱讲吼，这个检疫的这个部分啊，咱讲吼，伫因遐要有这个正面报告，咱遮吼拍真大这个谣言的这个文号伫遐啦吼。啊，有的人嘛建议讲吼，啊，咱台湾这个医疗人员遐尔充足，那袂派规个迄个吼医疗机构去遐做，这敢有可能咧？咱继续请教医师。这可能短期间也无多啦吼。你若讲要派咱这边医疗人员过去，我甚至甲设备提过去，这开时间可能都袂符咱即马人力的需求啦吼。啊，我是感觉讲有另外一个当补救的方式，就是讲。就像咱家己国内共款，咱个病宜个是有分级嘛，吼。OK。你会当请因迄边个政府单位，像讲，你指定讲几间大病宜，你只医工个当去遐检。是。第二个步，就是伊一体来报告咱这边有一个对口，一个会当甲伊敲电话，确定讲这个人是毋是有伫遐检过。嗯。哦，因为这拢有护照。会当相片查证啦，吼。护照个号码嘛，你讲查落都无，就知影迄份报告是假呀。嗯。哦，都第一部分先确定伊个检验个方式是咱会当确定个。是。啊，伊都因国内上高级个即个医学机关啊，是。对无？咱当然就相信伊个部分。嗯。第二个确定即个报告个出事个来源是正确个，是。毋是偷偷家己去印去写个。嗯。安尼我相信两步都应该也确定讲即个正确，即个报告是无问题啦。嗯。啊，当然像苏总讲个讲，这是其实是增加一个麻烦性，伊讲啊，你都已经验到阳性啊，你都卖阁直接坐飞行机过来等即个14天个哦，即个检查哦，都留伫你家己国内先治疗。检验啊。啊，你啊真正已经确定咱。确定讲，伊这個报告就是真的啊，伫迄边验出来就是无，咱嘛只好回信过来，过来就是14天嘛吼，14天咱嘛当作第二波的防堵，讲这个真正有这个假阳性啊、假阴性的部分，啊，佮查落讲确实讲真正无，安尼当然就较袂要紧。OK， 不过人力的需求吼，我想厝内内底也有四大人家己去做，哎，阮伫病院内底咧做这个居家的照护的吼，其实真正差足济哦，一定啊。即个伊讲啊，回去一两礼拜，你叫伊家属家己讲，你敢补这两礼拜照顾未来啦。卖讲遇到即个武汉去，讲这两礼拜因规家伙啊，就要病去啊，哎，即下就乱吵吵啊，是，嘿，啊，就一直规工就伫遐拍门讲，即个紧回来啊咧，嘿，啊，回来你想即马伊讲隔离14天，就等于差不多要一个月去啊，哎，规个真正厝里拢会乱去，是，嘿，所以副主任讲来讲。可能爱研究讲是毋是我假，会当互因去用。甚至讲你讲，我叫一个完全拢毋捌的，偏偏是印尼的即个义工来照顾，甲你讲，迄我无法度。你讲讲搬即个照顾者，嘿，伊的裤鞋要安那摆，伊的物件伊的习惯，伊习惯安那个饲。你讲即个美工吼，都不一定大家人知影。嘿，啊，大家人伊的需求，我拢无共款。是啦吼，共款有影都无共使。对，嘿，所以讲。这真正是大家对这个啊有请过，还是讲你有看过，就真正确定讲这，你家己心内应该有数，讲这工差一两个人，可以差无几工，其实就真正差足济啊。有影啦吼，所以头拄啊，这个医师嘛讲啦，苏长嘛讲啦，其实这个人力的这个欠缺吼，有够济啦吼。所以咱头拄嘛讲到这个一年级的这个医工吼，即回啦吼，那是12月18。无国家开放吼，可能吼，另外这个压力，就伫咱讲吼，真正要请遮本地已经安排好势咧等的遮的这个人啦吼。啊，头拄啊，这个署长的这个建议是讲吼，啊，本地吼还未到期的14天是上长的这个期间，还未到期的，就继续来停留。但是因有的人嘛，可能无愿意停留啦吼，所以咱阁继续请教副主任。讲你啦，所以你若问这个处理的人讲，你有想要加出？23,000啦，啊，予伊吼，已经伫遮的人哦，唔是转来哦。我是有足侪家庭咯，老有人照顾就好啦。是，啊，其实咧，伊讲这用台真济，然后话是讲吼，这个啊，头家是一个换吼，可能这个头家可能已经过旺啊吼，所以必须要到另外一个这个家庭内底吼，这是一种状况。啊，另外一种状况是吼，伊到期啊，伊可能必须要面对着讲，伊到底要转去。啊，其实咱即卖有一个政策，就是讲吼，啊，若是讲吼，有诶到期诶，你会使。
吼继续来延长，但是那是十四天这种延长是较歹延长了吼。咱继续来请教副主任。他都要咱讲诶，即话路啦，伊要延延长吼，延长嘿，就是讲伊这个时间性吼，确实有这个问题啦。十四当时咱即马政策顶头吼诶规定啦，所以目前啦，除非劳动部伊讲十四当伊。上拢无要紧，吼、okay. 哦，也是讲，咱就甲啥物程度，因有一个新的规定，当然嘛，迄是较好去应对啦。Okay. 民众要申请啊，是要做啥物安排啊，大概嘛较清楚啦，吼、嗯哦。啊，但是目前无开放甲这么明显啦，讲、哦超过十四档、十五档、十六档拢无要紧，啊，也是讲这个疫情伊要开放甲当时，嗯，伊嘛无讲清楚啦，吼、okay. 哦。啊，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讲，我是感觉讲咱呐，因为外劳的应征啦吼，咱总是过去啦吼，咱总是有足侪讨论啦吼，到底是不是爱这么侪外劳吼，啊是讲请这外劳来去照顾咱的时代人，是不是咱台湾当地的长期照顾的这人力吼都发展未出来吼？过去有足侪的这方面的讨论啦吼，啊但是那是讲咱即卖疫情的关系，咱要限定这东南亚的这国家的吼外劳来台湾。安尼，咱是毋是都爱趁这个时阵，紧发展咱台湾，吼，在照顾服务的能力，吼，啊，人力的发展，嗯、当然嘛是爱时间呐，吼、啊。但是就是讲，即马疫情的当中啊，咱都会使去好好啊规划这服务、这政策，嗯、去补充、去补以前无做的遐个代志。OK， 嘿，因为即马像咱即马看数字啦，吼、嗯，像伫厝的内底的这话咯。第107年是24,000人，是180,088年是24,000，是嘿啊，今年109年嘿，十月吼，咱就会使看到伊的数字是连落来的， okay. 以前拢是愈来愈侪，愈来愈侪、嗯，但是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都连落来，所以是23.6个人、嗯、啊，你看。起嚟就表示讲，因为咱台湾有需求嘛，嗯、所以就起嚟。啊，但是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伊就连落来、嗯。但是咱嘛爱去了解，就讲因为疫情起嚟甲落来，这个过程当中，是不是对咱台湾一定有影响啦？嗯、我坦白讲，一定有影响。但是讲，这是不是一个另外一个机会 ？OK， 就是因为这个机会，咱会使去好好发展咱台湾家己的长期照顾的这個人力、嗯，就像日本啊。咱常常讲日本，但是日本的做法是跟咱颠倒摆。Okay. 日本是先发展因国内内底的人力，了、后无够啊，伊家去找外，嘿，其他国家的人去吧、嗯。啊，但是咱台湾是不是因为拄好啦，吼，会使趁这个机会来去补以前无做的代志。反正咱是一个机会，会使讨论，甲好好啊去做一件代志啦、嗯。啊，当然啦，在其他的。做法啦，吼，譬如讲，咱遮个人员的训练，吼、嗯，也是讲薪水，吼、嗯，当然薪水已经你进前的政策内底都已经有调整过啊，吼，啊，但是是其他的环境啊，吼，遮个改变，嗯，有法度哦，遮个代志拢爱去同齐讨论啦，吼、嗯，毋是讲刚刚看讲哦人对发展出来袂 ，OK， 遮个拢是爱同齐讨论啊，同齐去。变化阴影啊、嗯！这个措施是规个配套吼，落去进行的吼。虽然头段嘛讲到吼，真侪这个义工吼，这个会欠靠，真正咱头段也讲的照要件吼，咱讲吼，这个邀请吼，一个现行啊吼，安怎去甲补破网吼，这嘛是这个咱真侪人吼，所有来去面对的吼，那是家庭、政府啦吼，还有这个企业。拢总爱来去做一寡这个运营吼，另外咱要来讲到吼，头拄仔咱讲的这个，其实医师予咱一寡建议吼，那是摕这个阴性的这个报告是假的吼，啊，搁尾啊确诊这部分咱头拄仔讲到62%的这个比例有影济啦吼，所以这个检验证明的这个真实性吼，大家吼是真要紧啦吼，即阵吼邀请到这个外管吼来去协助讲吼，有这个 PCR 认证的这个检验机构啦吼，所以但是这个嘛着爱中人吼，必须爱配合吼提供报告吼，啊，采检时才发病吼，即款这个部分咱嘛。今日佫看到讲吼，检测器若是检验是阴性吼，啊坐飞机进行3天，检测器是检验袂出来啊吼，所以伫咧集中检疫，也是讲徛家检疫期间才发病的这个部分吼。另外第三种情形啦吼，是啥物？感染了后吼，有时阴性，有时阳性，这款状况啦吼。所以拄到这款状况，指挥中心
这个应变组副组长罗一军伊安尼讲吼，根据着这个国际文献的报告啦吼，治疗一百天吼，可能嘛出现阳性哦。而且咧，伊这个感染传染力吼，伫咧感染的这个十至十四啦吼，咱看到十四天来，这病情吼每期吼可能吼侪个这个检验阴性，但是伫咧第二阴、第三阴了后才确诊是阳性啦吼，所以感染后期传染力够较低这个部分啦吼，所以有三种。继续咱请教这个署长吼，所以面对着吼政府可能拄着这个难关，咱头都有讲到这个啊外关这个部分可能是。啊，有影未赴啦吼，叫因去做，变作是一个外交，还是讲这个政治的这个部分？啊，你有看第二点、第三点咧？这是安尼吼，这第二点吼是讲，这前头时阵吼检查未出来，是啊，你若打感染佫未出来吼。啊，另外一个伫飞行机顶吼，交机场吼，地病可能性也够大，因为尤其是变数。有影。啊，伊若台湾出来，唔是讲要来咱台湾的啦，那台湾来检查，有诶是要去保护业啦，是讲这，底下冇可能感染，所以伫飞行机顶，我感染这也毋是讲无可能吼。但是咱入来当然是因为已经有阴性证明，那个可以入来嘛。OK。啊，入来了，哎，伊在这中间，啊，就讲够可能伫这个检疫的中间吼，是，我被走，啊，怎啊去感染着？这个机会在台湾是足少的啦，因为咱整理足扎实的吼，咱做啊足认真的。另外一个咱哦，社会上社区内底病毒会使讲足少，所以应该吼讲就是这，第一前路是阴性，啊是讲第三点迄吼，伊讲啊个有阵只迄一百天迄我是无啥足相信啦吼，因为你嘛有可能会感染到第二遍，啊第二遍迄阵你使用抗体吼会当甲用掉。但是伊嘛有一挂尸体啦，尸体你检查到尸体有可能，所以这罗副市长讲来讲，感染了十天到十四天以后，应该其实拢无病毒啊啦，而且因咱的抗体出来个扑灭，但迄阵也会检查阳性哦，因为有一挂病毒的尸体，伊讲伊个癌那个叫做底下咧存在啦，还是一个爆出来一个个扑灭中间这，所以吼，迄阵是无。感染了的，迄阵虽然有检查出阳性，但是无活动的病毒，无外病毒，啊哪里我未感染，所以第三点，迄个咱会使讲安尼，即马的检疫措施还算可靠啦，吼，可靠。当然，若万一走出来吼，我嘛感觉咱台湾个人保护也未歹啦。啊，第二，迄个假阴性还是有可能存在，所以伫感染了。检查出来无，你会使讲真是无，啊，会使讲是第一点讲，迄个假阴性嘛，你检查黑白检查黑白，写写你个阴性啊，哎，迄点有影较困难，所以咱只好用第三点讲，十四天到十四天，啊，恁叫十四天，十四天了尽量吼，我是爱去做一个叫做自主健康管理啦，当然咯，即摆有检查出来，就是讲，迄雇主讲，啊，无你可以检查一遍。哦，啊，也紧张嘛，啊，也紧张讲，啊，我出钱哦，你检查嘛好，啊，检查出来又，哇，系啊，有个阴性，唔，有个阳性 ，CT 的数值有够低低啦，所以讲做阳性或是假阳性都是机会是有啦，哈，啊，所以伊这个部分哦，伫那阵讲 CT 相关哦，咱就想感觉还是阴性啦，但第三十到三个也会当感觉讲好像做阳性啦，完了三十以下哈，当然。大家认为还是算阳性啦，吼吼，啊，唔是讲阳性个一定讲有病，个有活动，传染性不一定有传染性。OK， 所以整体来讲，我感觉咱的政策到目前还是so far so good 了 ，so far so good 还好啦 ，OK， 安尼也挡会掉啦。所以伫咧，较大的问题是讲，你若无爱回去买，产生小的问题吼，那无所谓。我这小的问题，我是感觉顶多是咱的大问题啦，较大的问题，因为咱。台湾人已经做安尼，哎，用咱这人力开始等于出人照顾，这本来话应该嘛，应该咱培养。哎，咪讲日本安尼哦，伊个北欧，我以前去北欧吼，我甲因讲，伊讲，因拢主要高中你不想读大学的吼，你要找足侪头路来滴，其中一项就是讲照顾老人。OK， 啊，所以因个怎个开始照顾，啊，所以因这个是人力个靠够。啊，咱这不是咱这讲，我尽量无爱，我去。我尽量去做其他的这个行业。我来搬，我去麦当劳嘛好，啊，有迄种味道，安尼这个部分咱。咱小可爱改一个观念，咱的观念爱改一个，因为这老人的照顾吼，长期照顾，实际上是不有限贵啊的公司哦。人足侪少年，人已经做啊有声有色，啊，他们讲嘛是做了真好啦。啊，所以咱会使对这方面开始做反省，我是感觉需要。但短期内底这小问题吼，爱改观吼，我是爱一寡时间啦吼，要一寡时间，啊，咪爱反省之外吼，啊，但是大家人安心，你若做好吼。
应该是袂，啊，你若做个惊，佮像这雇主咧，啊，无你佮做一遍，但是做一遍，伊是毋是活动性病毒，这较歹做。OK， 因为这个爱去培养病毒，看伊是毋是坏啦吼。但是人这有研究的结果是讲，十四天以后，虽然检查出阳性。但是无活动性，有影啦吼，安尼个较无紧啦。所以大家嘛免遐尼啊惊，免伤惊。所以这十四天吼，这个部分检疫做套牢，咱讲吼买手果这七天吼，即阵嘛是讲吼一人一室啦吼，嘛是讲计分开啦吼，未够有这个传染的这个风险之类啦吼。另外一人一室咯，哎有影啦吼。啊，无啦，但是个稍微啊啦吼，啊说不过变做。在你中间对位，还佫较麻烦啦。嗯嗯嗯，有影啦吼。啊，继续，咱要来佫讨论着讲吼，其实咱头拄仔讲着英国、美国抢咧做啦吼。啊，其实伫咧这个临床这个阶段吼嘛，传出着讲吼有这个死亡案例，但是咱冇讲着啊，大家也佫放心一下吼。尤其这个死亡这個案例吼，有影是伫咧控制内底啦吼。咱讲这个辉瑞啦吼，这个部分是 Pfizer 吼第三期试验报告就显示讲吼，四万多名这个受试者内底副作用是啥物吼啊？有当时会酸痛啦吼，啊较疲劳，然后头痛，这个筋膜吼关节疼痛，然后啊有的是胃寒想要吐，啊有的是这个过敏反应吼，啊分别是吼注意风险是这个0.63%，啊注意另外一种吼安慰剂啦吼是这个0.51%啦吼，啊临床试验内底吼四万多人吼出现这个咱头拄啊书上讲吼这个啊面腔啦吼这个神经失调这个部分啊六名死亡。啊，两个是伫这个预防下这个部分，然后啊，两这个四名是伫安慰剂这个部分，然后啊，英国证实吼来开始拍有两个人出现过敏的这个反应哈。FDA 冇跟你讲吼，过敏者甲16岁以下的这个儿童吼，卖先注这个预防下吼。继续，佫请教医师啦吼。咱头都嘛讲到，真正免遐尔惊吓，尤其讲这个不良反应吼，其实这个若是按照这个试验内底看，应该是也算 OK 啦吼。照试验内底看，其实伊甲这个咱讲安慰下吼，看起来其实是差不多啦吼。啊，当然有一寡病例讲退出来是，大家敢讲，哎，较惊讲啥会伫较早这个预防下捌看过吼，那会伫这个即届武汉肺炎的预防下有看到。第一个上重要就是讲有这个死亡率的部分，有诶是讲心脏欠血啦，还是讲这个中风啦，还是讲这个像转死亡的问题。啊，另外一部分就是甲这个咱面部的神经这个发炎，造成咱因面部这个运动的失调，这件代志。是。这件代志来讲，当然有一寡推论啦吼，就是讲内底可能甲疫苗内底这个预防下加一个甲较早预防下较无共款，就是一个安定剂吼。OK。咱叫做聚丙二醇吼。嗯嗯嗯。因咧怀疑讲是毋是甲这個安定剂甲较早疫苗咧做这设定讲较无共款，是毋是因为这呾引起这个部分吼？啊，当然这呾些较歹讲，因为伫咱这个面部失调，这個、神经失调，当然有一寡是甲预防下有关的，有一寡是自然中都有可能感染，造成这病毒的感染，甚至甲原因不明的原因也有可能，都造成这個神经发炎，所以有可能是这个在注射过程中造成一个免疫的反应中，然后造成这個神经发炎的可能性冇得嘞啦吼。即马就是讲，上无以来看的话，假使讲真正这个预防下发生有关系，问题是这个咱看起来。哦，嘛是恢复了真紧，也阁袂歹。O K， 无讲真正因为安尼留落来讲，即个较大的即个讲后遗症吼，所以讲哎，啊造成啊，因为即个面部咧震动拢较怪怪，目前是也无看到讲即个情形。所以这病尾可能也无遐尼严重。对，也无遐严重。嘿，啊，其他你讲筋膜酸痛啦，是讲人会敢忝啦，敢胃寒，我好像过去拍蚊子都是有啊。对，做者影响其实拢有诶啦吼。啊，对我来讲，其实就是讲这拢算。无够讲，甚至严重的不良的反应啊，这个就是一般的不良反应了。控制好势。对对对，其实对我来讲，上严重的不良反应，阮上惊就是第一个就注意，马上讲过敏休克，怎翘起。哦。哦，迄个上。随安尼。对，迄个上爱注意的，因为迄上惊的嘛，就是你连救拢无得，拢未呼救的。嗯嗯。哦，啊，第二种的不良反应就是像之前咱这个注意流感的预防下同款。是。哦，这个。四个拢造成这個神经发炎，啊，咱讲肌冷巴内这个反应吼，这嘛是第二个反应较惊的吼，因为当下影响到咱要竖开喘气这个诶器官的部分，哦，都会造成讲怎袂喘气安尼，哦，所以对我来讲，目前看起来，伊这四万几例的部分，也无够看到这严重的反应，对我来讲是也算安全的啦。是啦吼，有影，上尾咱搁请苏长来补充。这太多吼，讲这个注意用下有一挂反应吼，这个反应这是安尼讲，不是讲个一定是这引起的哦。OK， 比如讲伊咱爸咧吼，咱就没有讨论过吼。伊讲
一般咧无啊无做什么代志，咪发现比例比这个低啊。即个咧讲即死亡吼，即个黄医师有咧特别讲过，即个死亡吼有住的人吼，等得较少。OK， 伊咧小可咧讲住类吼，因为有90%的保护力嘛。是，包括即中间冒掉掉 COVID-19 啊，所以等得死亡率较少，冇可能。OK， 反正两个对死的尔。卖过，但至少是无什么一定关系啦。Okay。 啊，就买了怕是吼，这个 MS 神经的麻痹吼，这那阵正常的发生，一当来得10,000的来得大概有3个啦。是，所以这比例相对也较低啊。所以那住2,000的嘛住6个，啊，大家当然唔是个一规单，但是即马拢是寡人较侪病毒感染，所以冇可能安尼发生。所以至少也唔敢讲这个是这直接引起的。OK。 啊，那是讲这疫苗，这大概无什么特别。感染的可能性，也根本就归了病毒啊，所以这应该是咱会使讲去观察的。OK， 啊，不要观察嘛，是要有信心啦。对，所以咱讲这个是疫苗主流副作用，未使咧随讲讲，这未使讲。不一样吼，非常感谢三位来宾，嘛感谢向清华秘书官，咱明仔再会，感谢，多谢。